先走了。新竹，昨夜抓的海盗有问出什么话来吗？那三个海盗都是贪生怕死之徒，还没有进行审讯就已经全都招供了。果真如邵道主所料，那海盗头目雷府正准备从三面悬崖进攻花间岛。近日他们突围府兵前往花间岛，不仅是为了打探消息，更是为了补给攀爬悬崖所用的飞虎爪。不过还好邵道主提前预料到，把所有的飞虎爪都扣在了岛主府里。就算如此，他们没有飞虎爪也会想出其他法子翻越悬崖。此事迫在眉睫，我这里能宽限的时日已经不多了，只能使用第二个法子了。属下知道了，出去吧。派人审海盗，看来昨晚的海盗与他无关，只是意外。往生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幸亏刚才没有说什么无法挽回的话。我，你昨夜救了我一命，我是特地来跟你说谢谢的。那为何不找人通报一声？打扮成这个样子。啊，我想给你个惊喜嘛！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，改日有机会，我一定重重报答。先走了。要想报恩，不必等日后，不如就今日。你想干嘛？你别过来！你要是过来，我就一头撞死在树上。除非你承认对我动情了，我就放过你。我承认，我承认，我那日确实是对你心动了，但你不要误会啊。我说的是心，扑通扑通的那种，不是心动，是心动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真的对我动心了？都听我的。行，我都听姐姐的。我一男他呀，从小就这样。阿姐，
苏管事，此刻不应该在花间阁做事吗？我，哎，一南，这我可得说说你了。我叫苏棠去花间阁做事，那是为了方便你们相处。你倒好，还真把人家当下属用起来了。再说了，苏棠可是咱们父亲生前挚友苏伯伯的独女，当年若不是苏伯伯力挺父亲，才瓦解了岛上原住民的势力。我们能这么多年安稳地生活在岛主府吗？现在苏伯伯不在了，你更应该多多关照关照苏棠才是。要在花间阁做事，靠的是自己的能力。若要靠关系，大可不必留在这里。我可以替他安排轻松的好差事。哎，行了，懒得和你掰扯。今天我叫苏棠过来呢，是想商量一下你们的婚事。婚事？阿姐。嗯？你没有听到我即将成婚的消息吗？那些碎碎婆子传的话，哪有半句是真的？我马上便命人去调查谣言的源头，把那些胡说八道的人当街杖罚。这个消息是我散播的。而且我当真要娶陆月儿为妻。我的妻子必须是陆月儿。什么？我不同意。她生来就肤浅命薄，若还顺带克夫怎么办？现在坊间到处都在说她是扫把星短命鬼。像她这种卑贱的女子怎么可以嫁入岛主府？她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痴心妄想，自不量力。阿姐，这位大姐，大姐，嘿，你谁啊？你敢叫我大姐？我就是你口中的短命鬼陆月儿，请你认清现实啊。首先，我并没有答应要嫁给你弟弟。其次，现在是你弟弟死皮赖脸的纠缠我，不是我恬不知耻的纠缠他。你管好你弟弟就行。你这个野丫头，阿姐，我不教训你，让开，让开。阿姐，一男你，阿姐，姐姐，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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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。